9.123分。Number 2, number 7, 8, OAS League final score is 9.123. 请二号场地5407号选手入场。Arena number 2, number 5, 4, 5, 6, 运动员左手抱刀起势。很少见啊，他的这个功夫胸口是用应该是闪光片绣的国旗。在马步胜的脚马步，这一下很干净利落啊。对，接瀑布这个动作也是很难完成，从百连接瀑布，虽然脚尖。左右的两个挂刀，两挂刀，这个背挂刀还是离身体有一些远了。可能欧洲的选手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。在细节上处理上，还是应该再进一步的细化一下。他的这个腿法、战法这种感觉还可以。相对来说，也可能是因为身体条件的原因啊，就总觉得欧洲选手、白种选手，他的这个刀法容易是离身体稍远远一些。精气神方面，我们相当到位了啊。这个俄罗斯的选手，他们在这个平时训练当中也是非常苦的。背刀侧空翻，第八名。这是旋风脚劈叉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最后的分数能是多少。主要还是看 A 组能不能拿满吧。对，满分 A 组和 C 组9.643，9.643，一跃是上到了第二位。这样的话，把新加坡的林思伟挤到了第三。8.97。